欢迎你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峰会，并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尼日利亚是具有重要影响的非洲大国，具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发展潜力。相信在你的领导下，尼日利亚国家发展改革事业将取得更大成就。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尼两国始终相互尊重，平等相待，走出了一条联合自强、合作共赢之路。站在新的起点上，中尼两国作为发展中大国，不断地加强战略协作，将为新时代中非关系注入新动能，引领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共进。在此，我提议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这次我们共同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峰会，将一道总结中非友好历史经验，推动构建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。近年来，中尼两国在论坛框架内密切配合，共同实施了一大批示范性、战略性合作项目。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，充分发挥中尼合作的示范带动作用，共同推动中尼、中非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。